昨天很开心能够跟高总在一起，尤其我们两个有共同的理念，为两岸和平稳定，让台湾永续繁荣，我们会一起并肩作战。更重要的，我们两个都是因为是警察出身的建署，以及我本人也是警察，有共同信仰的关公，都会重情重义重所信，所以我们一起为中华民国来全力的付出，让我们国家安定。是啊，赖清针对幼儿园案，赖清德至今仍没有道歉，请问市长怎么看？幼儿园的事件总算真相大白了。这起事件，赖子琪以及有一些捏造、不实信息的造谣者，造成幼儿家长跟老师的对立冲突，这些撕裂社会情感的赖主席所有的当时所造成这样一个政治操弄事件的人，应该要不断的去反省检讨，为这个事情来负起责任。